东森美秋电视联手 Unistar 演艺经济学院，接下来策划又有小主播报新闻。今天就是要来告诉您，7月14号美国是什么特殊节日。我是悠悠小主播雨乔，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来告诉你。今年的7月14号是国家起司同心粉日 National Mac and Cheese Day。 起司同心粉是一道源自英国的菜肴，通常是用同心粉与切达起司一起烤制。这道菜传入美国后大受欢迎，甚至在超市都可以买得到起司同心粉的速食包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品尝到人间美味。起司通心粉是一道历史悠久的料理，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就被记录在食谱上了。传统的起司通心粉是用烤箱焗烤的砂锅菜，特有的起司和奶油香气搭配上通心粉的完美口感，堪称是西方世界所有人记忆中最暖心的疗愈食物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起司通心粉不再是平价美食，甚至有许多高级餐厅会加入无花果、迷迭香、培根或蘑菇等其他食材，增添不同以往的层次感，成为大人小孩都一致热爱的佳肴。又有小主播雨乔洛杉矶报道。